这个觉得他不是很长就把它吹完了，当我特别好听，听沉醉了。他们说先跟你约一下，大年三十再跟你战榜二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年三十我忘了。对，大年三十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好，大年三十我记住了。嗯，可以。对，那接下来该轮到我闪亮登场了。该这个小竹闪亮登场了。有请第三号选手陈小竹。参赛选手为大家带来一首低眉，请各位评委老师打分。嗯，低眉分唱一段。好，嗯，好的，谢谢我眼睛哥。嗯，登场，我也是登场。送给两边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清心寡欲，对，这词就听了之后只想这个叫做看破红尘的一首歌，好听好听，谢谢小竹优美的天籁般的歌声，谢谢大家，打分一百，辛苦了家人们，嗯，辛苦了辛苦了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我记得了，大年三十啊，我记得了，好的，佳佳，好嘞，我们，那我要是不播了，那我要是那天没开播，对，我要是那天没开播就那啥，对对，没事。那天没开播的话，就是你就给他半桌上，要是开播我们对对，半桌上手机立起来。行，那么走了，小钟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佳佳，好，嗯，拜拜，嗯，哎，怎么？